熊熊，我好想出去散步哦。熊熊，我好无聊哦。熊熊，我真的好无聊。那你开卡通给我看。熊熊，电视里面也在下雪。熊熊，快点来拍电影啊！剧本，一定要有剧本吗？没有别的方法吗？好吧，那我们要写什么剧本？谁会去看啊？不，我们不要这么无聊的剧本，要这种的。这就是我要的电影。我在哪里？什么嘛？我应该是主角。不，我不要这个。胆小鬼，
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也来试试。